山西太原美厨住食品加工厂，用饺子皮机4台，一会儿咱看看机器使用情况。哎，这个自建的冷室，换衣服吧。无菌车间，1号生产线，2号生产线，这是咱这个皮儿机，这个是跟它定制的塑料架，这个塑料架长度是6米。大姐在这捏饺子，这个皮儿机好不好用啊？大姐，好用吧？你看这饺子捏得多漂亮！这个是2号生产线，那个是1号生产线，这还有一个生产线，今天停着呢。这还有2个生产线，3个生产线正在还没有投入使用中。邢台市泽来新机械厂，这个是那个馅料，这个是出皮的一个过程，咱看一下啊。现在内面的料太这个是成品库。哎呀，
看这一垛一垛的饺子，一会儿跟我一起出去吧，一会儿咱俩一起出去。全部都是韭菜、鸡蛋、馅料的，它这个是打的包装，品牌是美厨住。